要，但今天时间有点紧凑，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它就是一个虚拟实境的佩戴装置，它可以帮我们看360度的影片以及照片，而且它非常轻巧，你们可以拿看。那待会的操作呢，就是非常的简单哦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触控板哦，那上下左右的话呢，就是帮我这样做移动，然后都要经过中间这个灰色的圆点哦，它灰色圆点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选择要怎样的画面，有点像是我们滑鼠的确认键啊。那这个在这个上方呢，就是我们的返回键。那如果不知道，哎，荧幕跳到哪里按返回键就可以。那前方是调整音量，那我们双眼上方是帮我们调整焦距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很贴心有帮大家选择360的影片让大家做观看，那就请大家可以。那我们线上有请，我们就一个人找一个位置好了，然后我们这边请。这边请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位置，对，那看看有没有人想要坐，有人想要坐位，自立的体感你可以当我们的点点来做一个体验哦。我坐过了，我坐过了，我坐过了，有体重限制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坐过都 OK。来，我们这边，那我们其他一样的朋友，这边我们这边也有，先请哦，来，我们先帮我请坐。来，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坐下来哦，坐下来。很清楚，对，很清楚，对，那你可以上下左右。